也是受这个强烈的西南气流影响，往返台东跟绿岛还有兰屿部分的船班呢，经过业者的评估，基于航海安全考量，27号一整天是停驶的。27号以后什么时候要开船呢？还必须看天气的状况及业者评估。从23号起，台湾南部就陆续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西南气流的影响，让雨下个不停。27号，中央气象局也持续对台南、高雄、屏东、台东等县市发布豪雨特报，还有宜兰、花莲、彰化等地的大雨特报。全台19县市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。因此，往返台东与绿岛之间的船运业者，经过航海安全评估之后，确定取消27号当天的船班，还有部分台东与兰屿之间的船班也被迫取消。至于27号以后会不会开放，还要看天气状况以及船舶运输业者的安全评估过后才能决定。另外，这几天豪雨不断，也要请外出的民众多加注意，以免发生危险。记者齐伦，台东市报道。